快打了。这两天爸爸妈妈可能要到我们新房里面去住一段时间哈，所以今天下午我跟胖虎两个赶着去把那个床铺好，然后把那个电视机想办法来装好，这样他们在那边才耍得住。那时候没得电视的，我爸爸是点儿都待不住的哦。但是也不一定要住，但是我们要把那个打出来要住哈。反正电视那个买起没关系哈。就是说床啊，我们就是把那个折叠床先拿过去，先霸起。因为大美那个房间东西，他始终想他自己选哈，所以说我们也没办法先给他买了。要尊重他的决定，对，没办法，要尊重他的决定。买我们是一样的，可以帮买了。我卡功能。你看嘛，哎，对呀，刚刚那个。你还对比下吗？是要对比下的。今天亏大了，来动针儿，买电视，看，又找一张画单。今天动针买不？你个人不在下面等我呀？你不放心不？开灯开灯。哎呀，电视买好了，这装的时候稍微往那边移点儿，我那个墙太直了。客厅稍微小一点儿，买个电视。找了一张画单，亏惨了，兄弟。哪个位置合适？你看啊哈，差不多这个位置。这是位置啊？我都给你打空了哈。差不多这是位置。高不高嘛？不高。不高噻。好。刚刚好哈。二来吃饭快点儿，肚子饿惨了，叫的外卖。我感觉我们那床搬到这头嘛，要赶紧吧。当然你那重庆办的话，那脚重的很吓，你脑壳有点碎。好说，将就将就。这临时想整个吃的东西，哎，请你吃重庆的猪脚饭，绝对比临水要吃，我跟你说。又是猪脚饭。快来。他们配汤啊。哎。他们配汤啊。有饭吃就不错了，你要想喝个汤。喝开水，我先给倒。再倒点嘛，是红糖。红糖，你喝红糖。嗯。阿陈，电视也装好了，猪脚饭也到位了，床也铺好了。吃完饭要回家了。嗯。帮我点。怎么样嘛？这猪脚饭还可以吧？阿陈。我说我们能够赶紧赶来的好好赶哦。那有啥子办法嘞？一两点钟过来，七八点钟又回去。实话实说，我真的是很喜欢吃重庆那个猪脚饭。你看，猪肉是猪肉，菜是菜，酸菜是酸菜，然后米是米。那不是米是米派，有啥子不一样啊？米嘛都是米喽。难道还有汤？你不晓得，我那个时候一个人来重庆的时候，在吃那个猪脚饭，15块钱一份，管饱。但是今天没得汤哈，差评。往天是有汤的。真的，好好吃啊！反正饿了，吃啥子都香。不是，我感觉在你这里面就没得不好吃的东西。我们为啥子把电视装起来？因为接下来几天，我妈妈来重庆要来那边看医生哈，然后爸爸也会过来。然后那样子的话，他如果说我爸爸在这住的话呢，包括我弟弟他们也要回来啊。如果他们那边住，电视也得看，床也有得睡。因为我们一直没时间来置办那边的东西，大女儿现在学习嘛紧张，然后小女儿也要读书，读
就这儿一个人在屋里照顾他们两个也照顾不过来，我呢又到处在跑，差不多那半个多月，将近二十天左右的时间，在马代、重庆好几个大医院，包括成都，我们都跑了好多天了，已经没得办法，又想顾到屋里，又想顾到父母，有时候我们也想得很无力哈，说啥子都想得苍白无力。不过挨过那段就好了。如果弟弟他们过来时候过来这边住的话呢，煮饭啊啥子米油那些我全部都买好的。糟了，昨天没带了，搞忘了。你来的时候把那些都带过来。我那天也带嘛。嗯。不过你那个考虑还是蛮周到的，毕竟爸爸妈妈嘛喜欢看点人事。哎呀，我们说个不干涉的话哦，我们现在做的所有的一切，小孩子都是看在眼里，记在心里。以后你如何对待你的父母，他就会如何对待我们，晓得不？那也是。要言传身教。啊，好，滚蛋！哎，你想讲，你想讲。哎。电视狂飙已经看上了，看狂飙，品味七强人生。